主料：豇豆500克，猪肉末300克，面团5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酱油、小葱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豇豆焯熟，切碎，放肉馅、盐、酱油、油、葱末拌匀，面团一块，切小剂子、牙片，放烧蟹，捏好，一个一个捏好，下锅煮熟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豇豆焯熟后再调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